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些菜是你买的？这些菜是你买的？二，因为天气冷，所以他没去游泳。因为天气冷，所以他没去游泳。三，你向上看，那是什么？你向上看，那是什么？四，谢谢你，我不喝茶，我喝水。谢谢你，我不喝茶，我喝水。五，他在房间里学习呢。他在房间里学习呢。六，我的自行车是红色的。我的自行车是红色的。七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八，这两个苹果，你想吃哪个？这两个苹果，你想吃哪个？九，他笑着说，我懂了。他笑着说，我懂了。十，上个星期日，我是开车去的。上个星期日，我是开车去的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
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丈夫。认识你很高兴。十一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丈夫。认识你很高兴。十二，你会写帮助的助这个字吗？会写，你看，这样写。十二，你会写帮助的助这个字吗？会写，你看，这样写。十三，你旁边这个人是谁？钱老师，我的汉语老师。十三，你旁边这个人是谁？钱老师，我的汉语老师。十四，你的狗这几天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它已经开始吃东西了。十四，你的狗这几天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它已经开始吃东西了。十五，怎么了？累了？有点儿，很长时间没运动了。十五，怎么了？累了？有点儿，很长时间没运动了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这些书你都读了？没呢，这些都是新书。十六，这些书你都读了？没呢，这些都是新书。十七，在哪儿呢？就在右边，你看到了吗？很近。十七，在哪儿呢？就在右边，你看到了吗？很近。十八，服务员，你们这儿什么菜最好吃？这个鱼很不错。十八，服务员，你们这儿什么菜最好吃？这个鱼很不错。十九，女儿今天没去上课？她和同学唱歌去了。十九，女儿今天没去上课？她和同学唱歌去了。二十，天阴了，
可能要下雨。外面已经在下雨了。二十，天阴了，可能要下雨。外面已经在下雨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坐出租车回去。男的准备怎么回去？二十一，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坐出租车回去。男的准备怎么回去？二十二，你妹妹下午几点到？六点，因为下雪，飞机晚了一个小时。飞机几点到？二十二，你妹妹下午几点到？六点，因为下雪，飞机晚了一个小时。飞机几点到？二十三，你怎么不吃羊肉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我不喜欢吃羊肉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羊肉？二十三，你怎么不吃羊肉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我不喜欢吃羊肉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羊肉？二十四，你孩子会说话了吗？他会叫爸爸了，但是还不会叫妈妈。孩子现在怎么样？二十四，你孩子会说话了吗？他会叫爸爸了，但是还不会叫妈妈。孩子现在怎么样？二十五，这件衣服太贵了，不买了。你穿着真的很漂亮，买。女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二十五，这件衣服太贵了，不买了。你穿着真的很漂亮，买。
女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26。你妈在家做什么呢？她在看报纸。妈妈正在做什么？26。你妈在家做什么呢？她在看报纸。妈妈正在做什么？27。教室里现在有多少个学生？24个。11个男同学，13个女同学。教室里有多少个男同学？27。教室里现在有多少个学生？24个，11个男同学，13个女同学。教室里有多少个男同学？28。你好，我要2张8点的。对不起，8点的已经卖完了。男的最可能再买什么？28。你好，我要2张8点的。对不起，8点的已经卖完了。男的最可能再买什么？29。这儿离医院远吗？不远，步行10几分钟就到了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9。这儿离医院远吗？不远，步行10几分钟就到了。女的要去哪儿？30。你昨天上午怎么没来玩？昨天我生病了，在家休息了一天。女的昨天怎么了？30。你昨天上午怎么没来玩？昨天我生病了，在家休息了一天。女的昨天怎么了？第4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今天西瓜怎么卖？
一块二一斤。那比昨天便宜。是，比昨天便宜一些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1。今天西瓜怎么卖？一块二一斤。那比昨天便宜。是，比昨天便宜一些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2。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6点。你起得真早。我睡得也早。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。早睡早起身体好。男的觉得早睡早起怎么样？32。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6点。你起得真早。我睡得也早。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。早睡早起身体好。男的觉得早睡早起怎么样？33。喂，王老师，您现在住哪儿？我住北京饭店。您住哪个房间？我明天想去看看您。好，我住604。女的住哪个房间？33。喂，王老师，您现在住哪儿？我住北京饭店。您住哪个房间？我明天想去看看您。好，我住604。女的住哪个房间？34。你还在上学吗？不，我从去年7月就开始上班了。是吗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在一个学校工作。男的在哪儿工作？34。你还在上学吗？不，我从去年7月就开始上班了。是吗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在一个学校工作。男的在哪儿工作？35。你的生日是4月28号？是，你的生日是哪天？我也是那天生日。我是87年的，你呢？那我比你大1岁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35。你的生日是4月28号。是，你的生日是哪天？我也是那天生日。我是87年的，你呢？那我比你大1岁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